只要这台房车下线，所有的 B 型房车销量它都会有所下滑。那到底是什么一款房车呢？深受这么多人的喜欢，就是因为它的好开好停，上汽大通的 V90 短轴高精底盘所打造的。它的长宽高特别合适，车长只有5.18米，车宽是2.01米，高度是2.53米，限高呢是在2.7米，内高能达到1.83米。里边是有两张床。两个厨房，一个会客厅，一个卫生间，适合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出门去旅行，是一款真正意义做到商旅两用的小房车。你看它的前脸，大鼻子 Make SUS 的英文标，中间还给你加个立标，让你靠边停车的时候有个参照物。它搭载呢车漆颜色是熔岩灰，那我们家还有波浪白、激光银、钥匙黑、草原绿，多种元素你都是可以进行搭配。车身的侧方颜值就不需要我过多的去说了，你看黑色的玻璃加上熔岩灰这个颜色，来个层次感，就显得这辆车它特别高级感。有遮阳棚2米乘2.5米，以及 LED 的户外灯。它所搭载呢是上汽自研的上汽派 2.0T 的柴油发动机，六档手自一体的变速箱，然后蓝牌 C 照、CEC 照我们均可驾驶。后方有全尺寸的备胎，外挂一个金属爬梯，可以爬到车顶去看那浩瀚的星辰，或者打扫咱们300瓦的太阳能板这个浮灰。高位倒车影像，下方是一排的倒车雷达，这边还给你开个小窗户，可以进行通风换气。咱这辆车标配呢是400安时锂电，但是现车是给你升级到了9度电，还有3000瓦高频逆变器，顶部上方标配300瓦太阳能板。清水箱85升，汇水箱呢是在35升。来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车，去看看它到底是怎样去设计的。中门是一个机械门，它并不是电动门。如果你想要电动门，我们家可以帮你去定制，有电动踏板，有大纱门，可以防止蚊子、细灰细沙它进入不到我们车内。前二后二的布局啊，就是中间给你加一个固定式的小桌板，它的副驾驶做一个360度旋转，可以形成一个3座对卡会客厅，可以在这儿去吃饭、喝茶、聊天、娱乐、办公。那4座的好处就是说，哎，中间给你腾出来一个空地，让你前后可以贯通，你主副驾的门根本不需要再去用了。咱买房的都知道要南北通透，买车同样是要前后贯通的。主驾是不能做旋转的，但是它可以前后去调节，调整到你舒服一个坐姿就可以了。驾驶舱就不需要过多去看了吧，来看看我们室内这个厨房。室内厨房有格兰仕17升的微波炉，台面的话是有800瓦的电磁炉，佛罗斯特102升的电冰箱。那这只能去做简餐，不要去做油烟过大的。我们户外还有个厨房，待会儿带你去看，先把卫生间看看。卫生间我们为了不让它占用咱车里一个整体空间，所以设计了一款可以变大可以变小的。洗澡的时候我们向外去抽拉这个柱子，两边这个柱子是会释放的，能得到将近1平方，坐在这洗澡、站起来去洗澡都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隐私效果也特别到位的啊。里面的设备有带灯的换气扇、高清的化妆镜子、储物空间、折叠式的水盆，哎，下方固定的马桶，配备是一个尾巴自动水淋一体机，这边有个抽拉的淋浴花洒。我们不使用卫生间的时候，它中间还有一个滑道，向中间再去抽拉，可以把这个卫生间给变小，中间给你保一个过道，让你继续前后贯通。后方我们的第一张床尺寸是在1.35米乘1.9米，能睡下夫妻两个人。头顶上方就是海尔的24伏中央空调，给你做的有挡风板，然后两边的话都是你的储物空间，放你的贴身衣物以及生活杂物。睡觉的时候记得把窗帘给拉上。春江花月夜，房车温柔乡，是不是特别惬意啊？来，我们的第二张床呢，就是在这儿，利用这个海德的3C 认证的座位来进行拼床，只需要一步两步，达到一个85公分的宽，长度呢是在2米左右，继续能睡下一个人。如果你就夫妻两个人，你用不到这个床，那它就是你的储物空间，里边你随便去放，你放你户外的装备都是绰绰有余，没有问题。而且把这个座位给恢复到正常一个状态，它不会影响你一个观感问题，可以把这个洞完全的给你遮挡起来。我们后尾部还有一个厨房，是一个抽拉式的柴油炉，跟你的油箱是进行连接的，只要咱们油箱里面有油，你就一直可以去使用的。来，抽拉式的，然后还给你搭配一个折叠式的洗菜盆，下方就是沐浴花洒一个快接口，上方是你的储物空间，
专门去存放你的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，在这儿去做饭也不用担心油烟问题。我们可以往左边去拉，这样前后不贯通了。你想通风换气，可以往这边拉，是一个防蚊帘的一个设计。这边就是你的储风间了，里边能塞下啊，就四五个成年人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外面这个门是采用一物两用一个设计，就行车的时候它是你的柜门，驻车的时候。你可以把它拿下来当做你的小桌板，我就不一的去给大家演示了。我现在把这辆车的价格报给你们听听，还没给我点关注，建议您先把关注点上，防止以后找不到我们的啊。咱这辆车标配呢是已经够您正常出门去游玩了。其实我们这个现车是一个高配升级的，有六项配置。这六项配置呢只是一个锦上添花，你可以选择要，也可以选择不要。那我们现车价格呢是在28.4万左右，我们官方标配是在25.8万。如果您对这辆车真的有想法，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会把这台房车所有详细资料通通的发送给您。那最后我祝各位老板，你们龙年大吉，万事如意。